虽然是累了点，就当做是想把口碑做起来嘛。唉，嘴硬，你就是这个臭脾气哦。好好好，大忙人，我就不耽误您休息了，下了班就赶紧滚吧。哎呀，你这样讲我都不敢告诉你了，我30分钟后还有最后一场，你先下班吧。你，唉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亲爱的贵宾，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，下半场的节目将于10分钟后继续进行。厕所在会场大门直走右手边，2楼及3楼皆有设置厕所。如有需要的贵宾，可以使用或询问会场入